好，我们继续要来感谢的是青王宫主委宋宝国际全体委员，恭喜感谢您。 我们继续是慈济宫主委卢清贵暨全体委员，恭喜您。欢迎。那么继续是慈济宫主委卢清贵暨全体委员，以及观音寺主委宋瑞琼暨全体委员，以及泽清宫主委辛水满暨全体委员，以及湾里万年殿主委林隆昌暨全体委员，还有福安宫主委郭明德暨全体委员。 各位啊，婆媳不搞哦，哟，感谢。那么接下来要来介绍，感谢的是兴隆殿主委卢有礼暨全体委员，以及东港镇明宫主委林江龙暨全体委员，还有北极殿主委宋贤宝。